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青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青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君子党而不群，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青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校长，青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报告，进来。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好，湘云，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好，好啊，早就该这样了，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是啊，我听说这还要去除鲍罗廷，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对，是啊，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也将改在上海召开。好好好，诸位啊。咱们得先声夺人，跟广州抢代表。今天筹备会照片立刻登报，把声势给造起来。对，立刻造起来！双常委，申主任，闸北徐家汇的印刷厂不肯印刷咱们的《民工日报》，为什么呀？这不会啊，早上来的路上我还听到有人叫卖啊。他们卖的是广州的《民工日报》，不是咱们上海的，上面全是批咱们的文章。啊，怎么可能？这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得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还有《政治周报》，主编毛泽东，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代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
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友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你就是肖处女？可是我生处地，又好处雌，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取神女之意耳。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之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他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养成所？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处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看来咱们呀要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那在哪儿啊？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啊？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你干嘛去啊？首长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好，你去吧。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哎，您好，您的薛尼师。谢谢。您的白水，请慢用。迷你之音，乌烟瘴气。老弟，读圣贤文章，
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六二三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做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英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伤言伤。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山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单会。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随境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他没喊你同去？京将兄与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借势正义在，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编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京将兄净顾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杨道明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
挤走了胡汉民和许承志，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